这些人是帝国军的人，这似乎是星辰幻境的入口。想要通过这里，必须接受幻境的试炼。看来这些人没有通过考验。 这座桥的对面就是艾尔尼亚的中心，禁之神殿。那块该死的水晶放在哪儿？按照记载，水晶就在神殿的深处。擅闯神殿者，接受群星的审判吧。 这不会就是你刚才说的神殿守护者？他看起来脾气不太好。神殿守护者是神使意志的化身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南斯洛特那家伙怎么还不过来？现在正是需要他的时候。 水晶就存放在奥秘之境里，大家再坚持一下。加把劲儿，水晶就在里。神殿守护者是神使意志的化身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 这种时候可得手下留情了。相信自己，坚定信念。这种时候可得手下留情了。你已经战胜了自身的恐惧，死亡无法应动。 去跟你的伙伴道别吧，接下来还有更残酷的考验。只要你的心中长存光明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 能把它据为己有，如果有一天你不再需要它了，记得到欲望位面找。 血脉的继承者，沉静你的心神， 感受来自内心的力量。你的血脉在本源之力的灌注下已经初步觉醒，现在是时候回到你自己的位面去了。
警戒，不能让那些海盗突破。北部高地被海盗攻破，桥梁也被破坏了，快去帮乔尔他们制造弹射装置，前往防御基地进行支援。压制，是时候用火炮反击了。准备战斗，敌人上来了。火枪手准备。感谢你的帮助，圣皇的使命。我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。说的没错。Thank you.
这么多手下，不过你的好运气到头了。哼，我就是伟大的武力岛之王。我还没使出全力呢。我还没使出全力呢。多亏你的帮助，总算抓住这条鲶鱼了。呵呵，这种小伎俩怎么可能困得住本王？可恶的家伙竟敢对本王无礼，别给我面子，砍头炸死他们。炮手准备开炮。
这脆弱的灵魂真是惹人怜爱。有客人来了，达古拉三世，鱼人族的国王，牡蛎岛的主人。应该知道忤逆我会有什么后果吧，写本就把你的女儿还给你。值得赞赏，只可惜这种匹夫之勇只会给你带来灭亡上吧。干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是时候为你的无知和鲁莽进行代价了。下魔纹的威力了。真正的可怕之处，黑暗的力量，苏醒吧，多管闲事的国家，就让你好好品尝一下。就会再见的。
菜可真是太惊险了。哦，让我看看。听说海岸僵尸也来。你总算来了，居然让尊贵的本王等。好了，快